我一个职业做主播的啊，靠另一个人职业电邀啊，成为了榜一。刘洋把地听王的地听发给你，准备好，去那边看一下，没吃元宵啊，速度资质1466啊，也就是15再乘以个7啊，再加上1466，这只宝宝今年全吃速度的话，速度可以达到1571。如果明年啊再吃速度的话啊，可以达到1646的光速谛听啊。然而它的技能还不是12个，后边的精神集中和神技啊，总共是14个。最强 ATM 机啊，谛听王最新作品啊，雷击有用啊，落眼有用啊，甚至精心一剑都有点小用，打成13红留精心一剑能当辅助轮用啊，毕竟战敌加的多，对不对啊？这数字太牛逼了啊啊！法爆能用啊，驱鬼有点小用，嗯，精神集中跟红书没区别，其实精神集中啊，这宝宝太牛逼了，恭喜地听王啊，喜提武神坛最巅峰的地听没有之一啊，这只宝宝如果成品以后，将拉开其他所有地听一大截，因为这只宝宝的数字太快了啊，法师对灵力的影响有，但是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数字啊，对于啊召唤兽的影响，尤其地听的影响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昨天晚上半夜合出来的，而且没电书啊，竟然拿8+12能合出14技能地听，这不是上辈子拯救银河系，就等于地听王以前9000多件没出过级别，这次100多件出了，你得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是正常的事儿？和镜台出的童子成长太低，就买地听了。地听王这只地听，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有种感觉，这是网易还你的，因为你和王谢的那只的时候，对吧？15技能没上眼睛，还有以前合成一个13技能全红的没上眼睛啊。他还你的，这是这东西只有他一个人能出，别人出不来。你说的是不？因为他合的多呀，他合出15技能不带眼，13技能全红不带眼的，尤其13技能全红不带眼那个最难受。有眼睛直接排虚拟，梦幻之西游第一地听不用打出都行。